第30题，将 AB 并联后所得电压与电流关系图应落在何区？这跟前面基本上是一样的，只不过一个问串联，一个问并联。我们的想法还是 V 等于 I 啊。那么我们并联的时候，我们晓得我们的电阻会变小。如果电流一样的时候，电阻变小，我们的电压也会变小。所以当我们的电流一样的时候，我们的电压要不要变小？比原来小的还要更小一点。那么更小就落在所谓的丙区上面了。所以第30题问我们说，将 AB 并联后所得电压与电流关系图应落在何区？我们答案选的是 C, 丙区。